这么跟你聊天吗？啊？没有在这啊。会重吗？啊？我在看你的 BB 会重吗？不会啊，真的没关系啊，没伤。没。没吗？哦，谢谢。没有没有。那我站起来没有啊？你站起来吗？起来有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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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现在是在椅子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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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下去，我下去不会不会。好，谢谢。那可以。还想把这个。是用这个啦，对啊，认真啊，拿过来，谢谢，来啊，先阿姨啊，先阿姨，不要了，还是不要，所以是要这一边还是那一边？如果你想。小伙伴们，欢迎来到那个世界 cosplay 台湾预赛高峰会，2017年的今年在台湾办预赛。那我现在看到很多小伙伴进入了这个直播间，然后跟你们打声招呼 ，hello。等一下比赛呢，大概世界表演赛呢，大概前面12:10左右会开始，然后会有来自台湾，还有韩国、马来。
西亚等各国的这个 cosplay 冠军呢，前一届的2016年的冠军呢，来这边表演，给大家观众，给大家跟各位观众分享。那个你可以看到很多来自于各个不同国家跟不同主题的这个 cosplay 的表演跟装扮，那可以一起构想这个盛宴。然后再来呢，下午的时候大概一点左右，现场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会有 cosplay 的比赛，那大家就是看拭目以待，大概一点左右。那中间会有一点中场休息，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留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自次元的你，那留在这个直播间呢，到时候比赛就会开始，然后我们又带大家呢去各个场地呢去带大家去绕试玩游戏，然后还有就是拜访 coser 跟专访 coser， 让他们分享就是这个比赛的经验这样。那你如果喜欢我们直播间，记得对来自次元年底这个直播间按关注哦，谢谢，我已经看到很多人点赞了，谢谢。是今天特别为了来看比赛的，那来跟大家一一打个招呼。谢谢希望的旋律、山口由纪子，谢谢瑞林轩，还有原本天年碰眼睛想睡觉，奥雷。欢迎大家来空气空世界，红色的凳子，而如果凳子不够，你跟等等，你们这些哇，好多人哦，好棒哦，一堆人都进来了，欢迎帮我们按来自次元的你这个直播间按赞哦，可以自由的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个比赛，那希望大家可以给。那今天比赛呢，就是等一下会先有一场的表演赛开始哦，就是刚刚有跟你说的这个各国的表演 poster 在这边先做比赛，那台上主持人会为大家介绍，请大家拭目以待喽。记得帮我们按关注。叫做 World Cosplay Summit， 它是从2003年在日本名古屋开始举办的。中间会有一些中场休息，但是我们今天一整天都会在哦。那当初呢，举办大家就是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来。次元的你，日本自己玩的。那后来呢，开始很多不同的国家来参与，不同的地区，一直成长到现在，已经有超过全世界30个国家以及地区，在每一年的时候呢，都要派自己的选手到这个活动上面去比较高下。所以它已经成长到一个世界级的角色扮演大比赛的活动，那这是非常有名的，很多好世界各地的 cosplay 好手都参与过这一场大比赛。那当然，台湾呢，其实之前也一直争取，从我们是观察国，然后到后来真正争取到了一个可以参赛的一个资格。那我们也送了好几组的我们的优秀的选手去日本来参赛，有没有得名，会不会如果争光，那都是一回事。光是能够送选手出去比赛，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看到台湾的 cosplay 在全世界各地发光发热，跟全世界的一些 coser 们交流，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很大。不是只有在一个像番薯一样的小国家。喜欢 coser 的朋友呢，可以欢迎进来留言哦，因为我们等一下会专访专业的 coser， 各国的 coser， 台湾的参赛者。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会邀请美丽的 coser 呢，带我们一起去各个场地逛逛哦。谢谢，有郭俊点赞，谢谢韩燕点赞，谢谢学霸去哪里呢？关注一直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记得你哦。然后误导之音，谢谢哥哥阿迪。然后你两个人所有的道具、所有的衣服，基本上都一定要是亲手制作的衣服，然后在舞台上你必须要完成一个2分半不要走开，现在直播间等一下的那个表演就要开始喽。所有能够来符合这个条件，记得帮我们按来自次元你这个直播账号按赞哦。而今天欢迎大家进来留言，欢迎进来留言。在旁边都后台差不多都在准备了。我们今天他们一早在上午，我们花一点时间进行了服装的审查。而服装的审查呢，针对服装的精致度、制作技巧与创意性，现场的评审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挑毛病啊，或者是去了解他们怎么制作的。而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舞台上面的一个表演啦。跟大家说明一下，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东西。等一下呢，我们今天呢，总共会有6组的参赛者，他们会来到这个舞台上面进行一个2分半钟的一个表演。那所有的表演呢，必须要经过我们台下一整排的评审，总共有11位评审，22颗眼睛来盯着审查，依照表演的内容50%，服装的表现40%，现场的原作还原度10%，以及如果你有购买 VIP 票的话，现场你是可以投下你想要支持的队伍，会有一个5分的一个现场观众粉丝的一个这个投票。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在舞台上这么严谨，又有这么多评审，一定是最公平、最公正。当然，我想也是历代难度最高的一个部分了。那当然，我想刚才讲了那么多，我们刚才讲到评审嘛，对吧？台下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前面第一排有桌子，这些全部都评审，请容我呢一一的来为大家呢来郑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非常辛苦的评审团队。首先呢，让我们介绍呢这一位是台湾非常非常知名的 coser， 其实不止在台湾，世界上都很知名，担任过非常多世界 cosplay 比赛的评委嘉宾。那当然包含了去年台湾以及2015年中国 W4 总决赛的评委。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 Q 房间。哇，今天也是盛装出席啊！要不要往后？接下来呢，第二位呢是在我们台湾非常优秀的一位道具制作师啊，他制作出来的道具精致度非常非常的高，也受到很多游戏厂商的一些青睐。如果你有看过他制作道具拍摄出来的一套圣斗士星矢的衣服，你应该会被他的技术给好好的折服一下的。让我们热情掌声欢迎奇异格肥老师。好，今天的评审都是非常大咖的哦。他是难得你今天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cosplay 的高峰会。第三位呢，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就是实力非常坚强的评审，还有参赛者都在现场。那现场还除了这些以外，当然还有很多的喜欢动漫的朋友，比如说 coser 啦，比如说画漫画的人啦，或者是一些来参观喜欢就是喜欢公仔的朋友都在现场。介绍这个评审，谢谢绿月今天。如果你是新进来的朋友，欢迎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刚刚好，不要走开，记得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另外一位，这位真的也是要跪下来叫大大的程度的一个 coser。 他本身呢除了是设计师造型师之外，他也做自己的原创品牌。如果大家有听过丝绒天国或者是凡尔赛设计工作室所做出来的各式各样精致漂亮的衣服饰品的话，我想你一定会爱死他。那当然最近也是像很多的评审老师们都开始做摄影的兼修，台湾的 coser 其实是有点很多，包含设计了 XC No.9 九号出口的摄影棚的兼制设计。然后这些掌声欢迎阿库纳。刚才讲到 cosplay 其实还是做衣服哦，所以很多人因为 cosplay 来开始学习衣服，而真的把一生的投入到了衣服的一个制作，自己开了工作室之余呢，也在我们台湾优秀的 cosplay 杂志窗户上面分享各式各样的衣服制作技巧、打版技术，甚至版型免费大公开。我们要接下来要欢迎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 cosplayer， 那我们欢迎马纳米。接下来呢，我们欢迎这位，这位就非常厉害了。如果大家觉得说宅人宅到一个程度，到底可以变到什么程度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值得效仿的一个目标。当宅不再是兴趣，当宅已经成为了艺术，当艺术必须要被更大的推广。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方式，在台北有一间艺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叫做靠边头艺术空间，在这边呢展出非常多的一些非常好的设计作品，当然也有很多都跟宅有关的，包含日本的一些绘师、台湾、香港各地的模型。千奇百怪，千变万化，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大家喜欢或者看过没看过的这些相关艺术，都在这边有展出。而一手呢，让这样子的一个伟大艺廊所诞生，自己本身是资深玩家，也是收藏家，让我们热情掌声欢迎 Ron。好吧，谢谢大家用。真的。好，那我刚才讲到投身，到底把宅拉到一个程度，可以做到什么程度？Ron老师选择是开艺廊，那我觉得很伟大。没有什么艺廊在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位呢，也把他一辈子的投给了 cosplay 的杂志的一个制作。那他知道其实杂志里面的现在不容易，但其实他完全不会放弃。他觉得在台湾我们需要有一本杂志，就是 for coser 专用的杂志给大家，然后他们可以从杂志里面去学习到优秀的 coser 制作衣服、制作道具的技巧 ，coser 们怎么想参加各国的活动，什么样子。那他自己本身的力。有就是这些非常喜的，有点去促成了这次的活动。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尹慧老师，他也是《创梦》杂志的总编辑，这次整个评审团的一个很召集人啊，今天是难得的盛装出席，难得的。
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这两位也非常非常厉害，他们两位本身也是非常优秀的 coser， 一个擅长做衣服，一个擅长做道具，两个人搭在一起天下无敌。在去年的时候呢，在这个舞台上面拿到了代表台湾参赛的资格，前往了日本参加了2016年的 WCS 的比赛。那再回来了之后，他们现在更致力于推广让台湾的 coser 可以跟全世界各地的 coser 能够一起来交流。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来宾是这两位促成的，让我们热烈的掌声也欢迎2016年的 WCS 台湾代表小杜跟小白，疯狂王，疯狂王。等一下呢，今天小杜小白今天有带来我们一段表演，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让大家来看一下台湾代表的一个实力哦。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欢迎，这次比赛其实到最后我们要送去日本嘛，对不对？那很多人想说，你刚才听的那些好像都是台湾的，我们其实也是真的从日本 WS 官方的请来了非常重量级的人物来帮我们来评选哦。那接下来这位呢，让我们来郑重的来介绍一下，他自己本身呢是 WCS 的取缔役，那取缔役其实在公司日本的公司来说，就几乎是总经理、执行长以上等级的一个存在。那他当然也是担任日本 WCS 很重要的一个审查委员。今天呢，特别的飞来了台湾，然后来看看我们台湾到底谁会是代表，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日本 WCS 取缔役森贵宏威森。那最后这一位呢，如果大家有在看我们的 Facebook 的话，你昨天的紧急公布啊，这位如果之前来参与过他们的活动的话，你说他真的是一个魔王级的存在啊，他本身的经历非常多，那把他的一辈子玩 cosplay 都投身在世界的 cosplay 上面。他在2006年就开始担任 Cosmodo 这一本杂志的监督，如果大家有在玩 cos 的，应该会看过这本杂志哦。那当然，他在2010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协助了整个WCS 制定的现在我们刚刚讲出来的这些比赛规定。所以我们的比赛的规定要怎么严谨，要怎么样才能评断出一个好的 cosplay，就是由他协助制定出来的。除了制定之外，他在2012年呢亲自率领着日本代表队，然后夺得了2012年 WCS 的冠军。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优秀的 coser， 他也教大家怎么样能够在舞台上面能够做更漂亮的一些动作。他是 WCS 的最高的一位，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于日本的谢提。杰克老师之前有来台湾开那个沙阵的讲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跟他多学习。他在舞台上。